哦哟，结果吉利吉到这一棒，看着球还蛮远的，只能目送他离开啦、哎、哇，上看台还很大只啊，哇，这一棒完全扫出去的红不让。那这是吉利吉到拱冠，应该本季第六轰出来，目前呢在排行榜上就单独的第二名了。哇，这个咬出去，我必须说好像瞬间不是那么强，可是你会看到一个很高的这个球，你就知道都还飞这么远、嗯、你这完全被他捞到了。对，仰角的力道释放的相当好，其他脚程比较快的这个跑者的话，林成飞可能没有办法那样等哦。再看一下，你看刚刚这个球有多远啊，还是到了这个观众席第二中间那个走道的位置。对，